啊，你叫蔡宏根过来。好，好来，来，哎哎哎，哎，曾委员，嘿，来找找找，新年快乐，来找，恭喜。血汗呐、啊，血汗呐、啊，来了，还有你们大家还有好几天，还好休息了五六天呢、啊。好，那我们现在四个党团都已经到现场啊，我们宣布开会。那么这一次协商的议题是盐商委员柯建铭等67人首提召开第9届第4会期临时会相关事宜啊。那么我们现在就请各党团表示意见。首先我们请这个提案要召开临时会的民进党党团柯总召来说明。来，院长，各位委员同仁哈，那有关于临时会召集的事情，本党团已经依照宪法哈，那我联署召集，请院长召集临时会。那临时会的召集是特定事项，那今天是属于临时会前的草案协商，这是以往例都是如此哈。那明天会有谈话会，我们认为这次临时会之所以必要召集，是有一些重大法案以及总预算哈，那必须没有在来得及在宴会中完成，所以必须要在临时会来处理。那要处理哪些事项呢？第一个当然包括了总预算、劳基法啊、所得税法、农田水利会组织通则啊，那还有就是就监委同意权。另外有个法案啊，比较没有政治性冲突的，就是国家住宅及都市更新中心的设置条例。那各位记得，我们12月28号在这里朝乡的时候，我曾经提过，是不是这个中心的设置条例能够尽早朝协商？因为那时候林文忠委员讲计划，我们就要各位了，等你是会再处理。那为什么这次要把这个放进来呢？这主要是大英的新手村台北市政府要交还给内政部来做社会住宅，现在已经如火如荼在装潢中。那下半年的时候，内政部要开始接管了，所以这个中心的成立是第一个，未来必须要人员去接管啊，来管理。另外，当然另外一个目的是为了都更啊，公办都更以后的公办都更，目前比较急，就是说因为它有时间性。那这是就是说，整个临时会我们召集的法案，那理由我想大家都很清楚哈。那因为总预算到现在还没处理，这个重要法案在会期中来不及处理。另外时间性呢，我们提出来的有关于时间的问题，就是说明天早上先谈案会哈，那明天中午审计委员会，明天下午召集宴会啊，然后在1月8号以后，下礼拜一开始一路召开到1月31号，当然所有案子提早结束的话，那我们可以提早结束。以上就是说对于本次临时会民进党的召集理由，以及我们要列的法案以及这时间，请各位委员能够支持。好，谢谢。现在请有哪一位党团要先表示意见？好，来，请国民党党团林总召。我想最重要哈，我们今天的朝野协商，因为这个会期啊是预算会期，应该不管怎么处理，应该把总预算排在第一顺位。结果你现在并没有要把总预算排在第一优先，然后处理后面那些，甚至于像一例一休这些有争议的，那些都还应该要缓冲，而且应该要好好的来讨论，哦，因为你看那些劳团，因为你看这几天那个咱李焕妮啊，现在又跟他监狱里，外面都摆一堆啦，这实在吼真见笑，讲实在话很丢脸啦。大概全世界只有我们这里这样，国会是这样子，哪有说还没有这个？还没有开始开临时会，就把那些巨马什么全部都围在我们整个
这个立法院的周遭，所以说我们强烈的要求啊，你包括像那个空屋，空屋是全民的问题啊，哦，那像这些都应该要把它纳进去，哦，但是现在执政党只要他想要的，甚至于全民的健康完全都没有去挂虑，没有去注意，哦，你包括像这次那个他们劳基法那些劳团，他们正在抗议的当中，哦，有一些人给丢包，哦，甚至于就像那个野放一样，哦，那像这些跟集会游行法有息息相关，这个都应该纳进来，哦，真正的去解决问题，哦，并不是说，哦，执政党你只有想你要的部分，哦，那你像他这次提的，哦，咱这个监察委员，监察委员你较早在下一阵讲啊，五权要变三权，哦，啊五权变三权，啊你监察委员都不要了，你现在这一次又提进来，哦，我感觉讲这你的思维，不你嘛跟社会大众跟大家讲讲说，为什么我们现在要再补十一位的监察委员，哦，你像上次考试委员又补了几位，啊你过去讲到现在做的刚好是背道而驰，你嘛跟社会经过台湾的人民说清楚讲明白，为什么你们现在变成这样子，哦，你们过去讲的跟现在做的刚好是背道而驰，哦，你也要跟大家说清楚，哦，啊，你像那个税改其实，哦，都还在这个委员会里面，哦，因为他提税改里面有47条法案，大家都，哦，这个没只要这个在野党，哦，这个我们当召委的时候都有提出来针对税改的部分在处理，结果你就把它硬是拉出来，哦，做个二读的处理，包括水利会。水利会这个原来它本来就是啊，这个很多农民的融入都是农民自己提供出来，凭什么你现在把它变成国家的啊？你对那些农民怎么交代？哦，今天不是哦，这个柿子专挑软的吃，能够执政党这么压霸来处理任何一切，哦，爱因公婆有没有提出公压一寡？当初他们这个做的水路啊，都是他们私人的土地，你国家给他买，你有没有能力买？哦，在未使公民输未必公诶，然后这是公法人呐，啊，你们就直接把它进户恶毒来做处理，这个实在是吼，人讲吼，土匪强盗也差不多这样而已啦，土匪甲强公啦。讲实在话，今天我是当着所有，这个跟土匪强盗有什么两样？这是公法人，而且都是农民捐出来的土地，结果你们现在变成什么？变成说国家的，变成民进党的，干啥那组？好，谢谢啊，林总召，还有哪一位要表示意见？好来。来，林委员，我想时代力量这边立场是还是其实也蛮单纯的啦，因为毕竟这个如果是预算会期的话，我想总预算放在第一案应该是比较正常。那至于其他应该要放进来的，我们是主张认为像矿业法的部分，其实在上一次的临时会就已经透过临时会的时候来开委员会了，可见他当初。应该是大家朝野都认同说应该是有它的重要性嘛，那到现在又继续一直拖到目前，我也不知道是为什么拖啦，那但是无论如何，我想应该是可以在这一次这个临时会的时候就来通过矿业法。那另外就是最近其实空屋的部分，空屋的问题也是大家都一直在讨论的嘛，那空屋法的部分是不是我们应该在这个临时会的时候也可以来把它完成它的这个修正的部分，应该是大家可以来讨论一下啦。那至于说劳基法的部分，我想当然，我相信这个执政党也有感受到这一段时间的蛮大的这个争议。那尤其是这个监察院的纠正日前也刚出来嘛，那劳动部好不容易提出来这个民调，也可以很清楚的让大家看到，其实那个劳动部的民调，他做的是远比执政党自己做的这个还要精致。那内容也有更多的这个应该值得大家商榷跟讨论的空间。那劳动部本身应该要提出的很多的评估，到现在也还是没有提出嘛。
在过去这段时间在委员会里面的讨论，其实不管是我们在说这一次的这个七休一跟加班时间的这个弹性放宽以后，究竟对于未来劳工的这个权益以及他过劳的可能性的这些评估是什么，他也都没有做出来。到现在其实已经好几个月了，那乃至于哦一直在说这个对中小企业的这个冲击，哦这个过于僵化的这个规定，不够弹性的这个规定，可能对中小企业冲击是怎么样，也没有真正做出对中小企业的评估。那有很多的这个委员也已经提出说是他们自己的选区里面怎么样的行业会造成什么样的问题，可见是什么样的行业别会有什么样子的需求，有很多的委员已经都讲了。那因此劳动部可以针对这些行业别他实际过去一年来发生的问题跟状况跟统计数字，他们自己的这些接单的状况以及他们造成的问题，应该也可以做一个完整的统计。既然委员也都已经讲是哪一些自己选区内的哪些行业造成可能什么样的问题，因此要做这个评估应该一点都不困难，但是到现在也都是没有看到。那我们在这样的状况之下就要来进行这个劳基法的修正，我觉得是没有很大的正当性啦。以上，谢谢。我补充一下哈，对不起，这个总到这边哈，我觉得有一个可能不一定是议程内，可是我觉得跟这议题相关了、啊。我觉得院长这边，哦，可能或是院这边可能要有个清楚的表态。昨天行政院发言竟然出来说，劳基法修正和被纠正是立法院的事。我的意思是说，院长这个层级不一定要回，秘书长要出来讲，对。那就是因为我们立法院沦为立法局嘛，你要被纠正还把我们拖出来啊，说这是立法院定的法，跟我行政院一点关系都没有。请问当时修的时候，立法院立场是七天假不要砍，行政部门要砍七天假，不是行政院硬推吗？最后还有些版本行政院不敢拿条文出来，结果今天被监察院纠正了，拖我们立法院下水。我觉得我们立法院今天可以不讲一句话吗？好、哦，院长，这个事情我等一下讲话好不好？哦、不，我是讲院长啊。对啊，你院长吗？你是院长吗？我没有讲说院长，说立委可以讲。我要讲的不是党团的立场，我可以讲话。我说等一下讲。我要讲的是你们要保证一下我。我们立法院的立场，这个没有党团立场的哦。今天行政院发言人出来说啊，这个事情是立法院的、哦、我们要唾面自干吗？一句话都不讲，说对啊，我们就是立法局啊，行政院的事我们就吞下来啊。凭什么行政部门被纠正可以开这样的记者会说这是立法院的事？我们立法院如果今天一句话都不讲，我今天要这样讲，是因为我是从立法院的角度来讲，不是谈我们时代力量党团的立场。不是啊，不是啊，昨天他有纠正啊。哎，什么高度肯定监察院？那到底谁要补提名啊？到底那就不要补提名啊？那我们就不要补提名啊？谁在高度肯定监察院？我的意思是说，立法院要有个立场。你不要被人家骂了，唾面自干。我讲的不是党派问题哦。第二个，上次协商的时候，院长出来说啊，议事录认确认跟这个没有关系啦。我特别把柯总召的书啊，啊拿出来，我看看看怎么自我打脸呐、啊，怎么自我打脸呐、啊？在小心啊！在省城工程工工的，我把它讲完。你讲跨国外来干什么？不是，这个跟什么？这跟我们要审，在院会里面要审劳基法在修正的正当性有关。当时我的阿 Q 就说，议事录确认过程有问题啊。结果现在议事录一点用处都没有。我每次开委员会，每次开什么都要确认议事录。我真的觉得很奇怪，173页啊，柯总召啊，
173页，立牌众议续开委员会，重新布局议事战场。他讲的是什么事情？是3月24号陈其迈再继续开一个联席来确认3月17号半分钟那个议事录是无效的。我那时候想说国民党真笨啊，你那时候就讲说议事录确认没有影响啊，3月26又再开一次。你在讲的张义东那是对的，我们脸皮没有那么厚了。这个、我们今天讲你所有的事情哦，你因为框外诸侯，我帮你导读没有关系，我好好导你一下。这是2014年呐、啊，我把它讲完嘛，这你写的，这你写的。2014年，民党为了党服贸，3月20号另外召开联席委员会，确认3月17号张庆忠做成的议事录无效，并且在3月26号再开一次联席会，确认3月24号的议事录是有效的。2014年议事录这么重要，我会解释给你听。我把它讲完。你回到今天的议程来讲。我把它讲完。我把它讲完。今天不是讨论柯建铭的书吧？对啊，我讨论的书我可以。我在，我会放。2014年议事录有效。你根本都没有看清楚。选举的时候拿这个来骗选票。2017年的时候议事录没有用啦。我的意思说，立法院新国会。那你要。2014年。你还开了两次联席，你还在里面讲说立牌众议续开委员会，重新布局议事战场。24号由陈其迈召开这次委员会，通过四项决议，包括3月17号张庆忠主持之会议无效。难道张庆忠那个有效？你没攻下没？你是确认他议事录无效啊？你现在敬仰张庆忠了，对吧？啊，不是啊，那敬仰监察院，我的意思是说。2014年，希望你那个脸稍微变了。2014年，2014年，这个这样议事录这么重要？2017年议事录一点都不重要。我只是讲说，我们今天要审，这个要有正当性。议事录确认过程，你们也不敢看那个画面，因为大家都知道这画面有问题。徐委员，莫跌锅倒菜刀啦！你让我把它讲完嘛。台语这句话你听无？跌锅倒菜刀，安尼黑白不啦吼？对台湾是无好诶。招安，你是不是你也没有？如果你拿那个例子来举这个例子的话，那我只要在一分钟，我只要在一分钟把它讲完就好。那你现在在帮国民党？我只要在一分钟把它讲完。所以时代力量是跟国民党张庆忠站在一起，你在帮张庆忠平反吗？这个媒体都有评论了，我不想讲了。这是。柯总召选举的时候来讲，这个是当作政绩。2014年议事录这么重要，2017年议事录确认不重要。我只是跟院长讲说，啊，我们立法院是变了。好，来，我来回答你的问题啊、哦。这个议事录啊有没有效，不是一本书里面写就可以说它有效没有效。任何人都可以为他的思想、他的攻击稍微。啊，琢磨一些啦，我不想夸大啦啊、哦。但立法院绝对是照议事规则来处理啦啊、哦。我们要拿任何一个著作来讲，证实哪一件事情，我都可以回答了。这个都没有一点意义都没有啦、哦、夸大了。立法院还是照议事规则来。我自己金嘴没下出来、欸。我自己也当过两届早期的立委。怎么帮你解围出来了？如果大家知道啊、哦。那时候在场恐怕都还没有了、哦、大概第一届、第二届、啊、那时候怎么有什么议事规则？只要人数多，大概比现在还凄惨呢、啊，根本没有规则可言。总预算都是最后一天晚上、啊、林志佳秘书长那时候当立委，总预算都是一天晚上表决两三次就整案都过了，哦、啊，所以要翻旧账是翻不了。但是我们一切都照议事规则了，不，他自己打脸自己是他的事情啊。但是议事规则，不，院长裁决这个我就可以接受。但是我们是照议事规则来了，我们要照议事。裁决我都输了。我没有说你的，我外意思是天高之比啊，哎，没啦，没啦，对啦，没有人能够去评判那本书啦。外意思是啊，那本书他所写的在历史去评断呐。你那么我可以帮你导读了啊。专门为时代力量开课了。这个，一个阿姑变难的哦，
现在换亲民党发言了哈，不要忘记还有亲民党在哈。这个顺着刚刚主席院长所提哦，其实你去回顾以前的历史哦，临时会哦，是什么状况？什么时候召开临时会？它的定义，它的本质，在以前的话，其实要召开临时会是要非常非常重大的事件才有召开临时会。那从这个从陈水扁八年、马英九八年到现在蔡英文两年哦，这十六年、十八年哦，几乎把临时会常态化。那在立法院里面，我几乎碰到每个会期都是临时会，这个已经不是一个正常的国会。如果是我们正常的会期，开会的时间不够，我们是不是要重新要来思考一下我们的正常的在开会的会期是不是有必要做调整？现在就是说，要不然的话，你现在把临时会常态化了以后哦，其实在国会上面来讲的话，这是一个很奇怪的一件事情哦。我是建议各党团哦，应该是要冷静的要来思考这个问题。那比方说，我们是以立法院来讲，一半的会期是针对法案，另外一半的会期一年中啊哈是针对总预算。那总预算像是说在立法院这个会期总预算的话，这个是应该是列为优先的。所以在我们一般的平常会期里面，其实在总预算就应该要走在前面。然后真正有在审各方面不完的时候，那真的是没办法才来召开临时会，针对还未完成的总预算来做处理。所以这个程序上面还有顺序上面，其实就有它的问题在。不过我也是讲，就是说其实这个也应该是朝野各党大家必须要去冷静思考的。我们的临时会真的是实在是太常态化了，应该是要做一个程度的一个大家的讨论哦，这是第一个。第二个就是说，临时会要摆什么法案哦，才是我们称为临时会哦。那当然就是说，劳基法它有社会的争议在，如何来去落实，大家能够冷静思考哦，去好好的去把它做一个修正哦。去把它细部的谈论出来，是符合一个真正大家需要的社会需要的。我想这个应该是要用冷静的角度。我们上一次的劳基法就是因为在国会里面没有充分的去细部的讨论，结果造成社会的反弹，然后行政部门再重新的回归，再重新的修正，再来一次。那这再来一次的时候，已经前面有这样的教训了，如果再来一次还是走同样的路的话，那社会上面再来反弹，再来修一次法的话，那这个就很奇怪。这立法院就变成，我是觉得大家既然要重新再来修法，就必须要好好的去细部的讨论。其实它争议的条文没几条嘛。哦，第一个就是我们所谓的这个就是所谓的11小时变8小时。那这个影响了10%，那这个可以很其实很简单的讨论，大家就一定会有共识嘛。哦，那包括就是连续上班12天的事情，哦，这个大家都可以讨论，这个其实并不是争议很，我想大家想法大概出入不会很大，哦，所以七休一的问题嘛，所以这这么几条而已，大家好好的去讨论它，一定会有一个结论出来。所以应该是大家心平气和的去讨论它，那这个抵触的法令，抵触社会的冲击就会降到最低，然后自然而然这个法就会修得很好嘛。那刚刚有人提到，也有提到就是所谓的空屋法，我们的空屋法不是一条法令就可以解决的，我也必须要在这边呼吁哦，各党团哦，特别是执政党，
空屋法，我们现在就好像是在谈废核一样。那你今天要谈空屋法，要用一套法令就能解决空屋的问题，不是那么单纯的。今天我们要谈空屋法，我们要面对的、要看到的是，先要从经济的问题、交通的问题、能源的问题，这是全面性的。那我们的行政单位、行政院，究竟它的短、中、长期，它的规划计划是什么？你今天不是一套法令就可以把这些全部约束进去的，这不是那么单纯的。所以今天不要打着一个民粹的方向的话，或者是怎么样子，让大家觉得一个空屋法的法就可以解决我们的空屋的问题。可是解决空屋的问题，可是对我们的经济能源政策是什么样子的一个方向出来，会有什么样的冲击出来？所以要谈空屋法，就应该是在临时会的时候，是行政院院长要来针对我们的空屋问题，从经济的角度、能源的角度，然后包括我们所谓的这个所谓的空屋的问题，然后整个从它的短、中、长期做一个行政报告，然后再来从这个角度上面，再来如何各个部门针对这个方向来做修法。那这样子的话，才有办法立出一个完整的配套，完完整整的未来的我们的国家的整体的未来的方向，哦，所谓的空屋法的一个方向。那这个才是真正的一个立法之道。好，哦，所以我们今天临时会，我也是再次的呼吁，哦，我们朝野各党，哦，真的在这个临时会的常态化，我们是不是要重新的去思考它？然后另外一个，在劳基法上面，大家是不是要冷静的思考？就那几条而已，大家好好的坐下来，冷静的来谈。那至于空屋的问题，希望行政院赖院长到临时会的时候来做一个专案报告。这个报告是针对未来解决空屋的问题，在他的能源政策、经济政策，还有包括交通政策，是如何来做短中长期，预计什么时候可以解决我们整个国家的空屋的问题，而不是一个法令就可以解决的。哦，这个也必须好好的去来说明。那至于另外一些的比较像是说比较一些其他的问题，像农田水利会也好，包括监察委员也好，其实这些的问题啊，都我是觉得是不是大家可以在你好好的谈。哦，那像是说农田水利的问题，是不是有必要纳入到我们的临时会来？其实这个都是可以谈的。哦，我是建议这个方向，大家好好的仔细来思考一下。谢谢。我回答一下。好，来，谢谢，请柯总召。我想刚才杨先委员讲的话蛮恳切的。哦，那也感谢杨先的指教。哦，我总体对大家所发言先 回答一下。总预算的问题，好，刚才讲说应该优先处理，但是呢，各位有没有想到，总预算是在12月28号才出委员会啊？这个历史上从来没有这种记录吧？那我不知道那个林德委员还在那边附和说，对，总预算应该为什么你们12月20最后一天才出委员会啊？出委员会没有问题啊，另外再开。我讲一下，因为讲话我拢停顿了，好，哦，那讲基本上讲正港话啦。你给了个好笑，你给了个好笑啊，你啊，好了，我给了哦。总预算当然我们这个临时会一定要开嘛，大家都说总预算这个到现在全国所有议会都结束，只有台立法院还没结束啊，哦，这个都毋庸置疑的。质疑空屋没有错啦，哦，空屋也不是一个空屋法，就一个法就全部解决，中共一定会变成。哦，今年最大政治议题啦，乃至于公投都有可能啦，这个大家都是面对的。那执政党当然想办法来彻底解决。下会期开始，总执行，我想赖院长他没有办法后面的，总执行一定会懵啊，因为叫伊弄报告就大概一定会懵的啦吼。这个执政党在这方面一定在思考这个问题如何彻底解决。他最近也提出很多政策到落实到整个空屋要解决，当然也不是短期的问题啦，这个是牵涉到产业政策，还有环保政策，所有的政策都有哈。那全世界都在面对这个问题。至于矿业法，坦白讲，我们很想处理。那大家都知道，最后一个礼拜的时候审了2天，总共审了
怎么46条、啊？那所有版本里面，行政版本是34条而已，但是尤美女的是97条，林淑芬是96条，是整案的修正。结果审查到最后的时候，会变成128条了，128变成128里有背条了。那在这个审查2天的时候，大家可以看到那个场景，完全没有公示都保留。这换言之，整个空屋法、整个空业法，我们本来叫列为临时会，但没有办法出委员会，我们就没有办法处理了。所有的问题，执政党一定要去面对的。啊，空业法这个大家去问那个事件以后，大家都很注意，所以我们主张最后赶快送进来，赶快开委员会嘛。起码现在40几条保留一半较低啦，完全没有公示。那下一期在委员会再好好讨论。空屋法也是一样，临时会我们讲白的哈。那很多重大法案要在院会来处理，所以没有时间开议会。我们希望大家以后再会列为最优先法案来处理，这个是我们是这样的看法。至于农业水议会，当然农业水议会是属于公法人，各位不要忘记，农业水议会经过李登辉总统，甚至几任总统，到现在我们才真的要面对。民国82年的时候，2月5号，我们是2月1号进来，我们苏院长是2月1号进来。第二届的时候，换句话说，在第一届的时候，李登辉已经说这农业水议法3年内要落日，然后改为公法人，但是改革一直没有成功。我们要面对这改革的问题，所以那时候70年来，国民党台湾70几年，农业水议会一直是国民党军团，这就清朝开始的才去人就做水利开垦的，不是什么私有的财产，他现在属于公法人，当然。后来都全部林派啊，林派就是官派嘛。后来遴选就是他提2个人，你只能选这2个人。到我们这一届进来，顺党进来的时候，国民党把农业水利会改为官派，林派就是官派。到2000年的时候，政党政权移转，和阿扁执政了，我们又派了国民党的要国会多数改为直选，我还一派哦，就如此嘛。所以这农业水利会这过去严格就是如此嘛，所以我们要面对水资源是国家重要资源，不应该是弄在少数人手上，这是很重要，包括水利灌溉整个治水的问题，所以治水的经费全部跑到水利会去嘛。我想这个国民党过去在执政的时候，也曾经农业水利会进入二读2次，不是只有我们在进入二读，这个条文只有3条，我们只面对一个选择，要不要改革？要改革的时候就是改文化机关化嘛。哇，这个是一个选择的问题了，政策要负责嘛。刚才才国家主管追逐完，各地追回去领导。我们新竹现在缺水了，要去跟水会买水，大家排队，这个是不对的嘛。好，那今天我比较讶异的就是说，国民党讲到监委也罢就好，为什么实际上这样高度肯定监察委、监察院？这个我比较讶异，还有肯定张建忠。这两个是最压抑的部分了、啊。我讲回去了。我的，你不要扭曲我讲的话。我的意思说，张庆忠的处理委员会无效，林静怡也一样，委员会无效。张庆忠的议事录有问题。林静怡的议事录不用确认。我意思说，张庆忠无效，林静怡也无效。你不要这边讲说，我帮张庆忠讲话。好，等我讲完你再讲好不好？不是啊，你扭曲我讲话，我就要回。那也塞地要公共来。你刚才不是也回吗？你写的书张庆忠的意思录无效，好，今天林静怡的意思录不要确认，这里林静怡的意思录没问题，柯委员讲完再处理没问题，柯委员讲完再请徐委员，张庆忠无效，林静怡也无效了，我过来听了，好，我听起来，这个第一个说，张庆忠可以来标榜你的攻击，然后林静怡没问题，什么两套标准？我讲，谢晓明，我是尊重你啊！我今日大细声，你唔通就是大家拢无立法的啊！你条就是遐行，你即卖面面完全变况，伊较早唔是这样的啊！啊，人哦，我是该口梗啦，像我这样慈眉善目，好不好？啊，来，那我是讲到你心肝内的话，你就艰苦的话，你所以也讲唔通安尼，还有修养，还有修养啦！哎呀，另外啊，你看林维忠，我每次骂他，他也笑笑的啊。这个啊，来。由头开始好不好？啊，来，伊讲叫院长要代表立法院对监察院的对这个徐国勇说法表示一些意见。曾几何时啊，大家对监察院这么敬仰啊？那你就不要补提名啊。那这样，另外，我
不要补提名，既然你这样讲，就不要补提名，还要补提名。有一些不适当的意思在里面。你现在又否定监察院，又要补提名，阿舅啊，还要用用临时会通过。好，我想讲一下嘛，哎，因为刚才你我是真的很压抑的。到底谁在打脸谁啊？王建先生实在说什么，您才是最烂。我们要把监察院导正啊！现在监察院是什么？可以对立法院指指点点，啊。然后就要修正是立法院，后来今天送了立法院重新改过，和你们行政版本完全不一样的啊。还有各党版本啊，立法院说立法过程变成监察院可以来纠正，然后啊，我你哪要配合会调？我马上跟会调，来来。修宪，修宪来，修宪刚配不？那修宪没会调，大家来来，大家来坐。来，来来来，来来，来转移一下。立修宪委员会啊，是你们挡掉的。我们提了多少次了？我们看哪来？要把它会调，又要补。监察院可以对立法院的修法这样指指点点，监察院做做审，对最后弹劾纠正而已啊，对官员啊。所以这是立法院，所以院长要有个态度嘛，我们不要破面自干呐、啊。所以说，不要徐国勇对监察院，我们就算了。有一些看法，这是正确的啊，这是立法院主导的啊，当然是立法院主导。今天班完全被改啊，这大家忘记我们在那边打架，他们是行政主导。然后来个公哈，我的书里面哈，坦白讲啊，我的书里面至少把一半以上都删除掉了。为什么？因为怕伤到人了、啊，所以我里面没有写到黄国昌在318的时候是夜会萧旭成啊，他说不能密室协商，他就跑去找时任公务副秘书长萧旭成，行不巧啊，巧不成功。你要攻击黄国昌，那是你跟他的事了。没有，我们讲的是还原历史意识录。我比喻说，我这里面很多都没写张庆忠的意识录无效，318的时候最李静怡的意识录也是无效。然后来讲，我然后来讲，无所谓。我讲到书，我是说，重要是政策跟立场嘛，劳基法的程序有问题，如果这样子，我要宣布协商要结束了哦。如果大家都不讲政策，就要共解。张庆忠那个事情。三来好，那我们协商就到这边告一段。好啊，好的，你评完，你评完。二来你评完，是了，是了。我觉得你们都一言一语。我们立法院要三月十七号，张庆忠，三月十七号，张庆忠把这个核贸送出委员会，三月八跳进，三月十七号晚上跳进来，他是一分钟嘞，那个是他们连走到主席台都没有，连走到主席台都没有走在主席台，哎，是进到在车总旁边喊的，我们是在。主席台上，而且经过所有程序都是合法的啊，还不可同日而语啊！你今晚应该归刚法院张庆忠学生啊，因为晚上非法进来的时候躲到厕所旁边就喊喊。你去问看看多少人认为林静怡的做法跟张庆忠没有差别。好啦，徐委员，尊重人家的发言啊。纠正过嘛，张庆忠和林静怡差了108,000里啊，完全程序有哪里有问题？所有程序都经过，让你讲话，一样的，让你站11个钟头，让你出了会议11个钟头，让国民党站进主席台，但好像拢扭你嘞，你还卡在一点就再给呛出来，因为说我打老表给呛出来，有时候可以这个用这个骗选民呐，我没有协商。徐委员，你不要这样子啦，对不起，我选你的时候那你是不是也在骗选民？不要选民的时候颠倒是非，真的不要这样子。我们现在各自来参加朝野协商，是为了临时会。选举选举前我没花。不要去讲那些。临时会啦，这选后才出了，因为选举的时候怕牵扯会选，所以选后才出了。你要搞清楚状况。你好好拜读啦，好好看，看无我个该改算啦。那我跟你解释，当年三八二始末好不好？对行政院的这个事情，我们立法院要有态度啦。立法院什么态度？立法院就是对监察院有态度啊。监察院可以的，立法监察院在。竟然指点什么东西啊？现在竟然根本就是胡搞嘛！好，所以要 有一些正确的人进去导正他、啊，所以要有派一些正派的、啊，要叫几个正将派一个平衡姐，那讲不？不啦，监察院针对立法啊之后来提出纠正，我觉得监察院有失监察院的那个高度了啊。因为我们有法令通过在修正，本来法令就可以修正，如果一个法令定完之后，然后所有的人都满意，那立法院就一届就好了。所以为什么会有修法？就是在补法律的不足嘛。
那如果每一个法律重新再修正，然后监察院就来纠正一次，那每一次我们修法，监察院都可以来纠正。我知道啦，但是他说他评估没有评估好，或许有他的立论基础，但这个不见得就是行政院还是立法院啊要负什么被纠正的责任，因为在评估有很多的评估的标准呐、啊，就是上帝来评估都不会把每一件事情评估到百分之百精确嘛，所以才会有修法嘛。否则法律一定就不要修了嘛。我们是在评论监察院的纠正。监察院，我们是在连今天都讲讲，都送事件，送监察院还还存在价值吗？希望明天怎么不敢讲了？不是，他连当场都还送事件的。院长，我的意思，我了解了，你的意思是，我不是要去谈现在跟监察院纠正跟监察院的职权。今天是行政院昨天开记者会，把这个事情丢给我们。我的意思说，这是我们对行政院态度什么？我没有要去跟你谈监察院的事。我们是应该这么讲啦，行政院，行政院把他的案子送好，行政院把他的案子送到立法院来，立法院当然经过审议通过法案。哦，我觉得当然立法委员我们是要是他。他如果说是我行政院错，那我们真的就是变他的立法局哦。他说是立法院的决定，还有一点尊重哦。哦，我们他虽然行政院是在纠正那个监察院在纠正行政院，其实在打脸立法院哦，因为立法是我们通过的哦。所以我们不要在这边扯了，五院之间哦，大家都互相尊重哦。五院之间是互相尊重了哦。那今天是协商，到底啊、民进党党团依照宪法的规定啊、提起召开临时会，那大家觉得有没有要补哪一些案子，做哪一些建议，大家可以好好协商。那是不是总预算要排在第一案？这个也可以让。啊、提案人回去，因为这个案子都还没有排，只是说要讨论这几个案，这个还要程序委员会他们去排嘛。那大家可以做建议嘛，比较良性的来讨论这一些内容。因为我们总预算，我们纵然排在第一案也无所谓，因为我们还有几天的提案期要给大家。那几天的提案期，你就可以进入其他法案的审议啊，也不浪费时间呐、啊。我们第一天都可以来协商，看是三天。还是几天让各党团针对这一次委员会的审议，你们党团有案子要送上来，然后我们有一个截止。我们过去就是惯例嘛，我们说总预算这一次，林总召建议说要照惯例，我们就支持嘛，所以还是要一个提案的期间。那提案期间，大家就提案，但我们可以审其他的案嘛，也不影响嘛。所以在第一案、在第二案，其实都 OK 的啦。要是啊，28个，不啊，你们可以，你们可以有，当然啦、啊，如果但是临时会是只能针对特定议题里面，基本上时代量被按的加进去啦。啊，那如果要增加案子，要有共识啊，不然只能针对提案的特定议题来做前后的一个调整啊。我建议一下，好，来你讲。在野党三个党团都认为说应该要把预算列为第一优先。那个可以请执政党、啊、回去想一下了。这个东西你不能本末倒置，因为这个预算会集，你本来就要把预算列为第一优先，因为我想到公车委员。嘿啦。第一个，赖院长说啊，这个这个今年这个要加薪啊，包括柯总召啊，都认为说，哎、你预算拢较大心诶，不然这样，你做这是跟他出委员会，因为公家委员会上，我处理了，我处理了，还是在会期里面哦，哎、对不 对, 对？我们有照正常来处理、哦。对了，但是已经太晚，正常是会要召开临时会了。啊，我是刚都要听你的，嘿嘞。总召，总召也当安内呗。总召，能不能这样子的啊？嘿嘞，如果大家觉得啊，这几个案子，因为依照规定啊，这几个案子是提出来的啊。那个总预算排在第一案，我们第一天就来协商总预算。那看是几天，三天还是四天，你们有提案的权利。
因为这个要时间给大家嘛，这个惯例是这个样子。那那几天再来审法案也都 OK 啦。我们读完，读完就有一个，就是讲咱迄个底下的协商的期间哈，我们就审法案嘛。因为你不是啦，就是你们提案的时间，你提案时间根本就不能等嘛。现在都还没提，他们都还没提案出来嘛。对啦，啊，所以我们都可以。提案出来以后就是啊，是啊，都可以啊。好，你了解我的意思不？好，然后来，好来。那个，我想就说，因为执政党团已经提出他们议程了，好，那我们也表达我们的立场啊。我刚才也提，我觉得这个劳基法在修正经院会程序是有问题了，哈。不过这个我已经表达我们立场，我只是想再问，就是说，因为这次又塞了监委人事权，好，同意的啊，到底这个审查过程我们现在要怎么弄？这个是不是如果真的这个事情要摆进来，而且我看明天如果用表决的方式也是执政党会，那我觉得审查过程你们程序，而且我其实要讲，我们从大法官到考试院到这个中选会，我们的案子，我们其实对于人事同意权，其实我们在国会改革是有案子，其实在委员会就是从来都没办法把它完成，所以我会觉得说，院长这边，我想请问，就是说，那到底如果真的硬要审这个监察院人事同意权这一块，那到底会怎么进行呢？他这样依照 我们现在看到全部是民党的时程，民党的版本，哦，这是一个，我是希望院长会依照程序来处理。不，那程序怎么发言？各党团的代表如何？哦，到底有没有全院公听会？嘛都有都会有，对啊，都有公听会，都有，而且审查会都有。我觉得这个部分哈，执政党这边也要谈一下。那我觉得各党团之间怎么分配时间跟名额，这要这个，我想没关系啊，这个才是协商的重点。不，这样子的哈，不是不是。好，那第二个我把它讲完了哈，就是说希望等一下院长可以处理。我刚才也提了吧，对行政院的态度，院长要不要处理？我们有做这个要求。好啊，第二个啊，如果真的按照执政党版本，我想应该是。免表决，硬表决就是这样。那到底监察院审查态度是什么？我们要怎么弄？第二个，劳基法是啊，总统也讲过，希望后续协商能谈出大家可共同接受的方案。好，哦，这是总统讲的话。虽然这个我们党团、民党党团这边，我们的书记长已经讲说，几乎没有协商的空间。我想请问，有没有协商的空间？今天总统。我把它讲完了哈。我现在回答你的问题。这是总统。这一定要丢啊！不，我是不是能问嘛？因为我们想知道接下来。刚报纸的，刚不懂再问我。接下来还有协商嘛？对不对？劳基法我们是不是还要再开协商嘛？会。一定要开嘛？会开。冷冻期还没到嘛？到了，哎呦，对，会开。还没有，1月6号才到。要1月6号到，会开。所以我在问的是，蔡总统讲。希望后续协商能谈出大家可共同接受的方法。对，跟我们党团的书记长和书记长讲，几乎没有协商的空间。我想请问，有没有协商的空间？前提来，我还原我当时候的回答。前提如果大家可以这么理性的坐下来，好好的讨论，当然可以协商。那如果要像刚刚一开始。大家都是情绪上的发言，发言到整个议事的过程里面不平和了，不理性了，那几乎当然就没有协商的空间啊。这里我们其实刚才李鸿钧委员，我不是你跟他学了啦，哦，我都学了大家啦，哦，就是说未来临时会真的不要常态化啦，哦，但是我们要建立这个不要常态化，就是在审法案的过程，在委员会能够理性讨论啊。哦，我们如果说总预算像去年能够提早结束，我们就不必把它排到临时会来嘛。哦，那一例一休如果在委员会，哦，利用两三天、三四天，好好的一条一条的讨论，那一定会有结果嘛。但是大家都。不讨论啊，不讨论就送到院会，然后院会又不好好的沟通啊，当然就是最后大家就会比较没有办法啊，就是那么慎密的把每一个小环扣哦都把它找出来嘛。那如果真的没有
就是像以前我们蛮多法案都经过大家讨论，好有共识，我们就先保留，就没有就处理嘛。那没有共识的，好，到底切点是在哪里？是要加货还是要因还是要货啊呢？啊，大家就可以讨论那因的最后的结果是怎么样啊？货会怎么样？哎，那时候就会，对吧？还有德啊、哦、啊，这个就会很比较精确嘛。那我们真的要承认上一次的一例一休，我们都没有好好讨论，因为从委员开始到院会，大家就一直开始对立嘛，吵架嘛。那如果能够啊好好的讨论，我们的时间其实是够啦啊、哦。如果说到最后大家觉得或许空屋法要好好再做一些讨论，因为你要做结论，我们的时间只有到31号。如果大家觉得要稍微再啊、哦、纳入讨论一下，我也觉得也 OK 嘛。那至少有些方向。对啊，特定事项。啊，但是你们可以提案啊，可以协商有共识就可以排入啊，那这个都没关系啦，这个大家都可以，但是没有临时会就没有委员会的啦。嘛，这个要那个是委员会，临时会是特定事项。依照宪法而来，我就这样讲个和平喽。不啦，特定事项只要28个的联署，他一样可以有进来了哦。这个我觉得我们协商大家哦，就是要完成一些目标啦哦。那执政党对于监委其实已经一年多提名到立法一年多了哦，那我可以理解民进党党团的心理，一年多哦，那监察院啊，如果说他们啊都不要有作为啊，那当然就监察院是我想大家都清楚应该怎么做了哦。那但是我们的监察又那么强势，现在又好像让外界的感觉啊，就是啊，我不敢说他们不客观啊，这样等一下媒体一报又会说啊。但是我觉得替国民党提年金改革、提党产的哈事件，这个是什么的监察院啊？所以总是在宪法的规范之下，监察委员是可以提名把他确额啊，可以做一些适当的一些啊补足啦哦啊，这个也是宪法赋予的权利。虽然个人的主张，好、哦、每一个人的主张三权分立不一样，但毕竟现在宪法还是没有修正。那执政党已经一年多哦，我记得我们国民党的过去啊说只要明年你们再处理啊，现在也是明年，现在一月份也是从去年到现在一年多也是明年了啊，哈、哦、啊，所以。哦，也是延宕的一年，大家算是互给面子的啦。哦，执政党就是在野党，就是啊，国民党党团当时说不要那么快再上个会期啦，上会期处理。那时候我们私底下交换了一些意见啦。哦，哎、欸，这个不是私底下瞧事情，我说不要那么快处理。那也、欸、算是跨越了去年那个年度，现在是一月份，也是今年度了嘛。哦，那。剩下的任期也没有多久嘛，哦哦啊，所以我觉得这个案子都没有什么可以哦让大家那么大费周章的要在这边吵架，导致一例一休。如果徐委员啊，还有各位委员觉得要好好的协商，那我们第一天开始，我们真的是一条一条有共识我们就过去，没有共识的，我们是不是真的把各个面向请劳动部好好的来做一个沟通？好，好来。像主要我们还主要是因为蔡总统的说法啦，所以我们才会看到一线曙光。好 啊，所以今天协商的时候，因为才想问说，那民党党团的立场是什么？好，是不是真的持？就是秉持了蔡总统所说的，希望后续协商能谈出大家能共同接受的方法。我先回答你好不好？不，院长，我再把它讲完。那当然提这个监察委员人事权，这个我觉得这个时间方式，我觉得还是要谈，因为11个监委其实非同小可。好啊，刚才讲也拖了一年的时间啊，我们到底在这个临时会，我们到底什么时候要审？然后方式是什么？我刚才也提了，因为执政党排出他的时间，可是这个时间我们也想了解，那到底你们的规划是什么样子？好，那我们是不是有一些不同立场可以表达？那甚至可以做修正？好，就跟
这个劳基法的协商一样。如果总统都说可以找出大家共同接受的方法，我想总统说大家共同应该是讲我们立法院各党团。好，那所以我们也希望说民党党团真的把总统的话放在心上，不要一直讲说啊完全没有修改的空间。那如果这样的话，那院长你如果召集协商，我们也会觉得说那这个是意义是什么。好，我们请柯委员回答，然后再请李鸿进，然后再委员。柯委员刚才现在好像并进入比较程序性的谈话了，要进入整个临时会程序，程序性的谈话，情绪也降低了。但是你要首先对你刚才一开始还讲确定临时会不能开临时会，这个表示道歉嘛？不讨论就反转这么大。我这个立场没有改变呐、啊。啊，不，我这个立场没有改变呐、啊。啊，没，不道歉没关系。我还是要澄清，我这改过自新，不要喝亏临时会，安尼就大家好来讲哦。啊，总统讲什么，总召也可以讲什么嘛，啊，不是、啊，我让总统讲说，大家好好谈，有没有打脸？找出一个空间可以大家能够接受的空间。我没有打脸啊，总召也可以这样讲，你不要这样讲。我刚总召也是按总统讲法一样的，讲得很清楚。大家能不能好好讲？总统是在心中看有啥空间无啊？啊，无好好讲，就见面就冤家，啊，就不爱开会。啊！意思是不确定，打拢袂使，啊！这哪讲空间？啊！等下你今仔一套上，啊！下面我想请教你哦，一个小问题，我比较疑惑的哈、哦。小明啊，我今晚清明去了，问你解问题的哦。我比较疑惑了，你们早上七点钟要到议场，要占领议场是什么意思？我看不啊，你们说的，准备占领议事堂。啊，那么就可以开示一下吧，开示一下哦。啊，不了。我不跟你弄妹，牛肉面按打。你要这样讲吗？我讲说。牛肉面要跟你报备吗？对啊。我现在就请教你嘞，我你这样子在冲啊，我看无。请他们合二信，没合二信就来合二信对吧？总统的说法我们尊重，但是我们请你们尊重现在院长在主持朝野协商。我刚刚也讲得很清楚，如果可以像刚刚理性的讨论，当然就会有空间跟时间。院长刚刚有才是嘛，大家就可以来讨论嘛。但是如果都要这样子情绪化的发言，扰乱了整个议事的进行，那当然就不会有协商的空间啦。临时会有资格召集只有两个政党啦，那是有种尊重的哦，大家来听看卖。你今麦说喧宾夺主了，大家听伊的话对了。啊，差不多了，哎，好了，好。啊、我这样子的啊、哦，还是要让鸿进跟委员讲完了、哦、我们不能说来才是的哈、哦，来。哎、这阿拜哦，阿拜徐永明讲完哦，唔好和柯总召刷都讲，啊是柯总召讲完，唔好和徐永明刷都讲。哦，那就变成我们现在就定下这个规定了啊、哦。电话还差一个哦，差一个来阿伯哦。哦这是这样子的哦，其实。跟院长报告，也跟各位党团说明一下，其实今天的朝野协商是要来确定临时会要开的内容。那今天是把这个内容确定完了以后，后面才是他的细部的问题啦。所以细部的问题其实议案都还没定了，你去谈后面的细部的话，这个就不需要了。所以今天是应该是他的我们的临时会究竟要开的是哪些议题，先把它定案出来以后，然后再来院长还会再继续召开协商才会谈。就像刚刚徐永明总召所担心的监委的问题也好，各方面如果真的纳入进去了，才是再来朝野协商谈如何来做质询几个人，这样那是后面的问题，不是今天在谈的。然后我也跟徐总召这边说明一下。那另外一个就是说，如果我们现在各党团可以再提案，然后针对临时会的一个看法，好，那当然就是说，像我们是比较弱势，我们是3+1而已，好，那真的我们只是期待的，就是说，既然空屋法、空屋的问题在现在国内造成这么样子的一个问题哦，我们是期待的是，行政院赖院长在这临时会到院会来做一个专案报告，然后针对国内的空屋的问题，我们行政院它的短中长期的计划是要怎么样来处理，让国人哦安心呐、啊。你今天你不能就是说没有好好的去把这个
这个政策先去把它拟定出来，我短期怎么做，中期怎么做，长期怎么做，针对我的能源政策，我的产业政策，经济政策，还有包括我的交通政策，你要有一套的说辞出来，先要让人民安心，让百姓安心，啊，不然的话哦，这也就乱了啦。哦，这是我们亲民党这边在这个地方语重心长的一个呼吁。哦，那当然，这个如果真的要提案，大概国民党应该会配合啦。哦，那我们也希望就是说，真的这个的话，希望能够纳入这一次的临时会的一个方向。哦，好，谢谢。好，来，请魏州。好，第一个哦，关于这个刚刚永明总召所提到的哈，我还是要说明一下，说我们的立场哈。监察院对于劳基法修法过程的提出来的纠正，它主要有两个部分。第一个部分针对行政院在出院会送立法院审查劳基法修订之前没有做好科学深度的评估报告，好，这是第一部分，他纠正他的部分。第二部分才是针对，才是你可不可以插话哦？等下给你变面哦，你个插话，哎，卖插话还在吧？卖插话还在吧？哦，啊，龙弟的插话呢？啊，赶紧讲啊！第一是关于行政院，哦，他说他没有做好政策的评估就送立法院。第二部分才是针对立法院审查过程，只有一个礼拜出，立法院，哦，所以这个审查过度草率。OK， 我觉得哈，哦，那他这样的讲法，结果行政院的回应把它全部归责于，哦，那个是立法院的问题，我觉得这个部分啊，我们把它讲清楚，哦，我们各党我们都会去讲清楚，哦，立法院的问题，那我们立法院自己去检讨嘛，哦，啊，那个过程当中，当然执政党在野党，哦，怎么样的过程，那种大家都有自己的理由啦，哦，各自的立场啦，哦，啊，这个我们尊重，但是行政院这样的发言，针对监察院他针对行政院的纠正说你们没有做好政策评估，他完全没有提到，然后全部把它归责于立法院，当然我们不接受行政院这样的回应，这是第一点啊，哦，啊，第二点哦，哎，我们针对哈，哦，这个临时会要开那的议题，我们是有我们的方案嘛，好，哦，啊，我们现在把它讲清楚，就是说第一，我们希望可以审查总预算。第二，我们希望可以审查税改；第三，我们希望可以审查空屋法；第四，我们希望可以审查集会游行法。那我们现在再加上一个议案，就是亲民党，我马上回应总召的，好，包括空屋法，请赖院长来报告，也可以列入我们。这个临时会要讨论的，哦，要处理的案子，所以我们提出来的这个，其实你看嘛，国民党是很客观的在提出我们要讨论的案子，其中有两个案子是跟民进党一样的嘛，你们也要处理总预算，也要处理税改，我们也认为应该要处理啊。那其中也有两个提案是跟时代力量一样的，包括空屋法跟集会游行法，所以我们是很客观的提出说，哎，我们来讨论哪一些案子。既然我们当时提延会啊，也延会的那个也过去了啊，现在只能面对这个到临时会，哦，啊，大家要来开，那要怎么提？我们提出我们国民党自己的版本，希望临时会可以来处理这些案子。好，这是第一点啦，哦，就是我们提出来我们的案子啊，将来我们即使在这个谈话会我们也会提出来，正式提出来，哦，那我们很希望是可以跟在野党跟执政党大家都协调出一个大家都认为有共识的议案，然后在临时会好好来讨论啦，哦，这是第一点国民党的立场啊。第二点，哦，针对一例一休，哦，这个劳基法的修订，我们当然也很期待，哦，
说这个修订的过程哦，还有朝野协商嘛，不是只有表决嘛。那希望在委员会没有深度讨论的，好的部分，可以在朝野协商的时候有深度讨论，然后让外界多元声音进来，啊，然后参与决策的这个机会了。我们是期待这样子，所以我们不希望朝野协商是这样子，然后都没结论的，然后又出去又去表决了，哦。所以现在就是刚刚，对啊，刚刚我们那个徐永明总召有提到啊，蔡总统都有提示了嘛，对不对？有没有可能有一个那个凝聚共识、修正的空间呢？对不对？啊，如果执政党会协商了，哦，没问题，会协商。仗势的啊，就是你们多数表决就会赢，不是啊，林委，然后不协商、不实质讨论。我不可能有修订的任何空间。我承诺，那当然就没有协商啊。我承诺，协商就没有意义啊。我协商，我承诺我会协商，但是我只是想问一句嘛，如果大家为了一个德跟印啊都没有办法妥协，那要怎么处理？你告诉我嘛。到最后当然还是会进到院会啊，对啦，所以就不没有不到不得已，不得已不会到院会，因为老计划只有八条啦。好，哦，啊，八条事实上要通过哦，啊，如果真强制表决，那一个小时就通过了啦。主席，啊，但是我们希望多花一点时间在这边，好好的把一些细节讲。谈劳基法，嘿啦，核心有问题的就两条啦。对啦，啊，所以这七修一松绑跟，啊，就是这两轮班间隔十一改八嘛。啊，所以这两条有没有空间嘛？啊，这两条啊，如果没有空间，这两条一定要照你们的条文通过。那就没有，未来和这两条就我们就都归没落了。哎，维总，你们已经既定立场说，我们就没改，不会了，维总都对外宣誓到这个不能改。我们这两条如果经过协商，协商是实况转播，大家就会把道理讲出来，社会就会哈，这个就是立法院呐，啊。啊，如果搞不好回去也请民进党党团想一下，这两条核心的两条，如果大家觉得只有这两条，那这两条我们就多一点时间好好来讨论嘛。好，哦，那请劳动部的来讲来说明嘛。好，哦，那可以啊，很好，我觉得这个很理性啊。对啊，我都希望啊，我嘛希望安尼啊，所以会，我绝对会劳基法不会一进去就从大理讨论就开始，我们会来大家好好的协商。那协商有共识，我们就大家就让他好就处理好就通过，然后有意见的真的好好的请相关的部会，我们这样子对劳资双方才是双赢啊，我们这样哦一进入那里各自立场表决最不好啦，好，有争议的，因为我们这个不是政治意识形态嘛，这是为了劳工也是为了资方为了企业界双赢嘛，好啊，哦，不要下一次监察院再纠正立法院嘛，好，要会掉啊，来，监察院不能变成国民党赋税组织啊，我能不能讲？院长还有各位同仁，不是叫他洗洗的吧？要去哪？要简单。监察院没有纠正立法院，他是纠正行政院跟劳动部，但是他针对的是政策评估，没有讲清楚嘛。所以我要特别澄清，他没有纠正立法院的。那其实刚刚先进讲了嘛，刚刚总召也讲了，监察院不可以对立法院指指点点，但我反问，行政院就可以对立法院指指点点了，他把责任通推给立法院，他没有责任，我们都没有意见了。这送来立法院是立法院审查的嘛？好，这第一点哈，这第一点，第二点呢？对，另外就是刚刚我非常赞成院长提到的，这在协商不能像过去都是程序上的协商，每一次协商了半天，就像说前瞻基础建设，国民党很多我们讲的有道理，就半天什么都不修正，不是院长讲的得应哦，所以我也希望这一次临时会期间真的要协商。不要只有做形式上、程序上协商，比如说，我很坚持啊，
比如说我们提出来的税改的法案，我们讲的很有道理，到时候不要都是成绩上的学生。比如说我们主张的中小企业维持在17%，你大的中小企业让它20%，我都没意见。细节的，没有，我所以，我今天特别讲哦，你是比喻的啊、哦，比喻。所以希望院长在协商的时候，不要又只是程序上，时间到了表决。不，我们会用很多时间呐，好好的谈清楚啦，然后谈到外界听得懂各党派的主张是什么啦。对，啊，你好不好？但是最后院长总是会有一个要处理嘛。对，但是你这只是程序上嘛。这变成为什么每一次啊？不然你要我怎么做？不是，所以我希望你中立。我很中立啊，但是我不能永无止境的协商啊。那希望执政党不能什么面子也要，理智也要啊。对啦，这个就是各党派互相之间互相尊重啦，我了解啦。这里来，好，好，来，等一下，那个红军讲完就搞路哈。我了这样子的气氛哦，其实以后超级协商是这种气氛是会比较好了哦。那就像刚刚陈儒讲的哦，其实有两个议题、三个议题，然后两个议题，然后第一个就是劳基法，既然大家已经谈成这样，就照这个方向，然后再顺着哦税改哦。其实当初我们的税改，当初在行政院立法的环境，跟现在的国际环境。也必须要重新再做一个评估，真的要冷静的思考一下。对，因为你看美国这边哦，大幅的降税哦，那这对我们的整体的一个冲击性哦，这个曾明忠委员他是内行人哦，我这个讲到钱我是外行哦。不过讲真的哦，现在国际环境里面，大家都在猛降税的时候啊，我们是在猛升税的时候。那这个国际的评估，各方面的评估也必须要来，希望这一些的相关部会哦来做一个说明。那现在当初的法的立法的精神跟现在的时间点，是跟国际的环境，那是不是大家好好的来理性的来讨论？因为这牵涉是国家整体的方向的问题哦。哦，这个非常好，这个必须也要一并纳入。这样子的哦。美国税改现在是单一税率，一例那个劳基法的修改啊，川普的税改，各党团可以把你们的症结在哪里，然后你们的意见是什么，也稍微整理一下啦，不是现在拿出来，就是一例以协商啦哦。那税改条文那么多哦，大概会有几条会有比较争议啊，其他大家没有意见，有争议也把它拿出来，那就针对有争议的来处理啦。好，这样。大家可以比较有长的时间来讨论啦哦。那高露来，请。我这边还是要表达一件事情，就是监察院所提出来的这个纠正哦，他就是讲的，就是说这个不管是这个劳动部、行政院，并没有好、哦、真正的做好一个沟通，也没有把相关的这个评估报告提出来。那这也是时代力量一直强调的。你不管是工时跟工资，或者是说你这个七休一开放这个加班的这样的一个放宽的这样的一个条件，其实到底会不会造成我们劳工过劳的情况，这样的评估根本就没有出来。所以也因此。当我们在这个立法院这样强势在委员会过的时候，它会造成的就是社会跟民间觉得很大的极大的反感跟反弹。那也因此我们会认为，就是说既然这个东西在这个社会上还是引起很大的争议，并不会因为这一次临时会要去处理就一定会达到什么双赢的境界。我会认为就是说这个部分劳基法的部分在这个会期不宜处理，因为现在还是一个民间还是没有办法接受的状况。如果大家可以听听这些劳工的声音，他们已经对于说我们在立法院一而再再而三的去改这个劳基法，他们已经觉得很反弹，也很感冒了。所以呢，在这一次的这个临时会哦，我们这时代力量认为就是说我们不宜在临时会处理。那此外就是说这个矿业法的部分哦，在齐柏林导演哦有意外之后呢，其实已经有社会非常多的这样的一个共识，几乎是要求就是说我们在矿业法里面很多的法条是有问题的，而且呢是过度倾向这个
矿权业者。那这样的一个法条，其实我们在这个经济委员会已经审了一半了，已经审到四十几条，那也差不多把这个两大二法快要处理完了，31条跟47条。那如果我们其实在这一次的临时会优先加审这个矿业法，其实可以加速我们对于就是说这个矿业法里面过度倾向这矿权业者的这样的一个不良的这样的一个条款呢，可以把它改善。那我觉得这也比较符合，这我也认为说比较符合我们社会的共识。那也因此呢，在时代力量的立场还是认为就是说劳基法的部分在这临时会不要处理，那我们应该要加审的是矿业法还有空屋，以及呢这个总预算的部分呢要先处理。好，那因为临时会是有特定事项啊，他提案有一定的人数啊，就是要有28个委员的提案，那现在有提案到立法院来就是民进党党团提出的啦哦。那如果有一些议程大家想做调整，好，那希望在谈话会就提出来啦哈。那临时会的议案，不是一案一案来，是特定的议题，就是一个案子而已啦。所以你们要想好，哦，你们的想好。那优先顺序，哦，只要案子定的是程序委员会在处理，他会先处理那个案子的顺序啦，哈，哦。那但是你们不能，这个没有任何一个人，因为临时会是特定议案，所以只是一个提案啦，哦，这个大家要清楚。跟一般的院会是不一样啊，所以这边那刚才时代力量是反对这个劳基法的修法排入，这也是时代力量的意见啦啊。不过如果明天如果明天你们觉得这个案子没有，你要28个的提案，你们才可以提案哦。这跟一般的院会说党团可以提案是不一样的哈，这个哈你们就要寻求28个人的一个建议，哦，看你们的案子要怎么做。你们支持我们的就没有那个，好，好不好？好，那今天我最后讲一下，好来，好来。我想今天大概到现在为止讲话，大家还很平和嘛，哈，哦。那未来我希望如此的哈，哦。当然跟新永明那种插花的，欸，那个是过去就算了哈。你来看我住的一款，我要导读的好了哈，哦。但是呢，这里面有矛盾哦。新永明刚才是说这个劳基法可以好好谈嘛，那你现在又说不要放入这个，我想你们党团也整合一下，但是也有重大结果，拜托大家站在一个哈立委高度的立场来看待监察院。监察院哈，金马卡不让党产要年金才提事件哦，他已经变成国民党附属组织啊，他在。而且在关键时刻，我们在审劳基法临时会的时候，那对劳基法提出这种评判哦，这个他在做政治操作，请大家不要随之起舞啊！哦，好，啊，那么本次协商哈，我们对议案并没有获得共识了啊，我们定明天上午9时举行全院委员会的谈话会，处理本会期召开临时会相关事宜。9点了啊，哦，好，开。Okay。